板。哎，马老板。哎呀，您这起得这么早啊？这不是起来得练练戏呀、啊？哎呦，像您这么大角儿，您还这么勤勤、啊？嗨，干咱们这行的，讲究的是就是曲不离口，每天都得练呢。您要喊嗓子。哎，得喊喊嗓子。那来喊喊吧，一块喊喊啊，喊喊喊喊。啊啊啊啊啊！嘿，啊，听这嗓子。真好啊，还可以。上次咱下乡演出、老百姓都夸您啊。哦，怎么夸我呀？说您在这唱两段戏，狼都没了。好嘛，这是夸我吗？这个，我跟您一块喊好不好？一块喊喊，好好一块喊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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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行行行，别喊了。好，咱跑这喂驴来了是吗？那个咱太乱了，咱还是各喊各，各喊各的吧。各的，哎哎哎，啊啊啊啊啊！哎，儿啊！哎，这怎么占我便宜？你这个，你这不对呀、啊！我怎么不对啊？你不应该回答我啊？爸爸，咱去哪儿啊？嗨，你这像话吗？你这个，得了得了，咱呀、也甭喊了啊，喊也没什么意思。怎么呢？你说啊，事到如今了，还不如民国呢。是，过去在哪儿演啊？上海天蟾，就是北京长安，没错，天津中国大戏院。哎，再看现在，嗯，跑码头都跑到这不知名的小县城来了、哎，这就是啊，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这现在这观众也是，嗯，他净爱看新鲜的，就是。你说咱们这个县太爷心血来潮，哎、那不叫县太爷，县委书记。哎呀，我也闹不清啊。他非要给老百姓看电影啊！你说这小县城老百姓统共才多少人？是，一共就那么1000来人啊！今儿都来了，这是。那、他一放电影，谁还看戏？他满完。我看呀、咱呀、干脆今儿在这歇一天啊，明儿咱就走吧。走吧，咱们走吧，没法干了。哎，二位啊，咱啊走不了了。哟，李班主，哎，马老板。不是怎么走不了？你给怎么回事啊？他这不要放电影了吗？是啊，他不放电影，我还不走呢。就是他要放这《列宁在十月》，那怎么了？他放《列宁在二八月》，我也不管。好嘛，你跟这闹猫来了，这是。马老板啊，咱可不敢胡说。怎么了？这《列宁在十月》呀、是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斯大林同志为纪念这十月革命特地拍摄的。他纪念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的。怎么跟您没关系啊？啊，这不您得演这出戏吗？对了，什么您的？什么您的？我要演什么戏？《列宁在十月》。《列宁在十月》，师哥，您学过这戏吗？这《列宁在十月》我倒没学过。那您学过？我学过《窦娥在六月》。嗨，你这说六月雪，《窦娥冤》不接啊？没学过呀。我告诉您，班主，这戏我没学过。您呐，另请高明。哎，师哥啊，咱喝茶去。喝茶去，喝茶去。哎，二位留步。哎二位留步。怎么？这戏您要不演的话，咱整个戏班可都要倒霉啊！啊，谁这么霸道？就是怎么回事啊？哎，是这么回事啊。这县里要放这电影啊，《列宁在十月》，是说是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嗯。结果临了，电影拷贝坏了，放不了了。你放不了，你就回戏吧。就回戏完了吗？回戏啊！您当咱们呢？啊，这乡亲们要看不说啊，这是省里下达的政治任务，放不了也得放。县委书记没辙，嗯，把我叫去，让咱戏班演这《列宁在十月》啊。我说演不了，他说这叫什么？跟无产阶级作对，要把咱打成什么现行反革命？这就反革命了、这反革命也太容易了。这就是的呀，二位，咱好歹演上这么一场，演完咱明年赶紧挠鸭子，再也不来了。是，二位受累，钻钻锅。师哥啊，这锅咱钻吗？不是，这得钻啊。他不钻反革命了，这玩意儿。是，明儿就演呢。哎，明儿就演。那咱赶紧排呗吧。赶紧排吧。您二位是角儿，我听您们的。你听我的不行，他《列宁在十月》这戏，他我没看过呀。就是的，哎，好在我扫兴来了啊。这县里边啊，谁都没看过这电影。哦，都没看过。呵，老百姓没看过，没看过。县长也没看过，没看过。书记也没看过，没看过。你看过吗？嗯，没看过。你呢？没看过。哦，都没看过呀。哎，都没看过怎么编？都没看过，瞎编。哎。瞎编，他说的什么事儿啊？对呀、这电影吧，啊，说的是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同志，哦，前回俄国发动十月革命，嗯，攻打
东宫。哎，这东宫我知道。哎，你知道这个？对，东宫是住太子的。后来这太子跟四爷不和，这甄嬛就来了。哎呦，这甄嬛啊，怎么了？干嘛呀？入内东宫，怎么回事？冬天的冬啊，哦，冬天的冬，住皇上的地方，俄国太和殿。俄国那皇上啊叫沙皇，沙皇住东宫啊，住东宫，东宫那样，东宫嘛，打东宫嘛，打东宫，哎，不如打春宫。哎，这春宫好，嘿，来你三弟的春宫像话吗？啊，春宫怎么了？啊，春宫怎么了？有诗为证啊，诗曰：“东宫都打了，春宫还会远？”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好这个，您那叫春天还远吗？啊，没有春宫什么事儿，就是打东宫。啊，这打东宫，打东宫里有什么呀？对呀，啊，哎，听说也有不少好东西，是吗？是吗？什么金银玛瑙，玉器，古玩油画，尤其是据说还有许多那个石雕的裸体大美人哦，是吗？什么样的？个个都跟那维纳斯似的。维纳斯我知道，哎，也都没胳膊吗？有胳膊，没衣裳。哎，这不还是春宫吗？这个，你们俩打住吧啊！这什么嘴脸？嗯，你看一说那就那什么体那大美人啊，这眼都绿了，像话吗？啊，这都是西方的奇人异巧，知道吗？是，我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非礼勿视。哎，就这大这个放在我们面前，都不能看。是是，哎，那个什么，问你一下，这石雕。让摸摸，去啊！说我们半天，你还打听？不是打听清楚，好编戏呀！二位角，二位角，啊，咱甭扫兴这个啊啊！赶紧编戏吧，你赶紧编，赶紧编吧！编这戏，啊，你快想编这戏，咱哦，对了对了，好家伙，吃炮！不是，你得编戏，你编这个瞎编的戏，你不得有个套路？哎，咱得来个按个传统戏来。对，对吧？咱比如说按照《空城计》。哎，这行啊！按空城计对吧？那诸葛亮派马谡，咱列宁派斯大林啊。哎哎，是个派。列宁啊，嗯，那是无产阶级的导师啊。好，您就甭上这口了。阶级啊，这正面人物，这得我老生来。哎，那斯大林呢？花脸，大胡子，师哥您来。我来这个，我来斯大林。斯大林，然后呢，我一派将，我说这个东宫啊，乃是空城，哪位将军愿去夺取？这时候都不敢接令啊啊！就您敢，我来了。哎，您一接令，我跟您说这严肃性。对，这不尔时为客，无戏言呐。哎，我说这个愿力保证书，好，这词儿好，这词儿革命，这词儿革命，嘿好。哎，这词儿好。那然后我就得嘱咐嘱咐您了。对，我就得唱一段。嗯嗯嗯，唱一段，我打算唱一段海派的《慢流水》。那你唱点什么词儿啊？什么词儿？先自报家门嘛，嗯，对吧？列宁嘛，姓列名宁。哎，列宁字什么呀？外国人没字哦，全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他叫叫什么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父姓弗拉基米尔，名伊里奇，道号列宁。道号，道号。对，然后呢，对吧？是这报告完家门，然后我再说沙皇怎么不是东西。对啊，百姓怎么惨。嗯嗯嗯，咱俩呢就遇见了。哎，咱俩金兰结义，是一不为了这钱，对，二不为了当皇上。哎，你主要就为当总书记。我是为了俄罗斯的老百姓。啊，就为老百姓，为老百姓，为老百姓。嗯嗯嗯，然后呢，这个咱们在东宫啊，东宫是文物啊，咱也不能给破坏，是吧？尤其是那个什么体大美人，记着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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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嘱咐你，不能给破坏。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对吧？然后再往下一编，哎，编完以后我嘱咐你，然后我得嘱咐你，这个打东宫的事儿大。我本来想敬你喝酒的啊，但是呢，咱就只能以茶代酒了。哦，以茶代酒。哎，这儿不行，怎么了？这俄国人他不喝茶，不喝茶喝什么？喝咖啡。对，俄罗斯人都榨吗啡。不是榨吗啡，榨吗啡，啊，喝的这个咖啡。黑咖啡哦，黑咖啡。哎，那咱就喝着黑咖啡。嗯，那我就唱完了。那师兄您唱。那我上来，我先来一快板。嗯，哎，辞别皇兄把马跨，这词儿怎么样？太水了，水。这大水词儿都算对得起您了，嗯，啊。然后咱们再来一个快板，嗯，就说呀，打这个东宫啊，咱得有胆色。对，您是色胆包天。嗨，
那叫胆色，胆色，胆色。哎、啊，之后咱还得有这个精良的这个武器装备。嗯、哎，你像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什么逮尖的、逮刃的、逮钩的、逮刺的、哎，这四大林、啊，内练野口气，好，外练筋骨皮，光说不练，啥把式？说说。这四大林卖大力丸的，你们还嫌这反革命不够快？啊，这不卖了，不卖，不卖了，不卖了，不卖了。我这个接着唱啊，接着唱。这个打东宫咱们不怕牺牲，对，可是不能破坏了东宫的文物，文物，哎，大美人，二位什么群儿啊，哎，别这事，如果有兵丁倘若是犯了凶王的这个军法，咱们就把他插进游营，对，披枷带锁，哎，充军发配，给他发配到沧州，俄国人啊，发配沧州，啊，出国了，得发配俄罗斯的沧州，去去去去去，嗯，俄罗斯沧，俄罗斯有沧州。不那俄罗斯发配的地儿，啊，那叫西什么雅？哎，喜马拉雅。哎，不对，改攀岩了啊，那叫西伯利亚。对对对，哎，充军发配到西伯利亚。对，回头我再缝上一腿这个生擒活捉沙皇。嗯，哎，这沙皇叫什么呀？这我知道啊，沙皇，沙皇叫德考拉。哎，德考拉。哎，您不捉俩狼人儿，德考拉，啊，吸血鬼都出来了，那怎么回事？沙皇不叫德考拉，什么那叫什么呀？特斯拉。哎，对，特斯拉，对对对，我也错了。嗯，尼古拉。哦，尼古拉。哎，好好好，那咱们就生擒活捉尼古拉。好，那我再唱一句《内侍臣庆功宴》，提前摆下。好，回头咱们俩再合一句《回朝同饮庆功酒》。嗯，不对。嗯，您这没在折上。没在折上，前面庆功宴提前摆下，这是发花者，哦，后面庆功酒变油球了，就是您得找个发花者的。不是，那这喝酒嘛，老白干、五粮液、女儿红，这哪在折上？这个您那都是中国酒啊，俄国人不喝，不喝。我告诉您吧，啊，俄国喝那酒啊叫伏特加，洋文叫 vodka， vodka，哎，妥了，那就回朝来痛饮 vodka， 这再折上这个啊，哎，然后这个头一场咱们就算完了。那第二场更简单了，嗯，找个架子花演沙皇，你们俩一开打，你把他一生擒，这不就完了吗？哎，这样行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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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底，都没底。哎，嗯，这都行。哎，二位啊，咱这可是政治任务啊，不能那么马虎，拿嘴一说就完了。就是。那怎么办？这么着吧，我呀下去把咱乐队老师请上来，哦，咱得想拍一遍，咱得想拍一遍，想拍一遍，想拍，不光请乐队老师，对，好歹也得化化妆吧，是是，简单得办吧，哎，这样您帮师哥办，我化化妆，嗯，大伙看看我办的这怎么样？好，好不好？好，行，咱办起来，走走，你们就办一办啊。哎呀，我跟您各位说呀，这太倒霉了，你说跟这小破村里面，波士屯是吧，也挣不着钱，哎呀，还得唱这倒霉的列宁在十月。那不唱还不行，您看就得化化妆吧，化化妆把我这个，不是你拿这些是什么呀？您啊凑凑吧，后台有什么是什么，啊，不是这清朝的帽子，咱那个上面练那个是清朝戏嘛，这剩的这帽子，好，没给拿个绿的不错。哎呀，真对得起我，不是这是什么呀？这个，您这个假发，我这假发，哦，我这俄罗斯人，这个头发这个比较毛发比较浓密，哎，我得戴一个假发。你看我这个长发，哎，等我长发及腰，我就能唱这个列宁在十月了。哎，我这还得把这倒到前面来。哎，哎，我觉得我这有点像贞子啊，这个。啊，这差不多吧，这个。您使点劲儿啊，您使点劲儿，别待会儿。哎哎，好家伙！哎哎，好，我这披肩长发，就算得了啊。哎，还得带一胡子，毛发多嘛，我得来一个染口。哎，还得带一个嘴，哎，还来一个胡子，你看，好家伙，这玩意儿，再来一帽帽，来我这帽帽，我这帽帽，哎，好，哎，行，我这俄罗斯这是斯大林僵尸，这是孩子，这大过节的往外蹦这个，你说说啊？来，咱把这桌子往后抬抬，啊，分出前后场来，哎，来来来，往后排排一排。桌子前面就是前台是吧？哎，桌子后面咱这是后台。行，那您这算半，我这算成了。我去看看马老板。哎，看看这个马老板怎么样？哎，我再托付托付这个乐队老师啊，您都给救回来点啊！这戏咱谁可都没唱过啊。好，待会儿这唱的都荒腔走板了，那我可不负责任。哎呀，您说这可怎么办？这个角儿就是这样，专业的就是不一样。不化妆不知道，等化了妆您再瞧。来，角儿啊。哦，
不是你这什么呀？你这个不好，这个你这好叫邓布利多，邓布利多都出来了。外国人嘛，对吧？这外国人都得是哈利波特那范儿的。是啊，咱排吧，排吧。来吧，来吧。那个，把那椅子搬上来。哎，好，来一把椅子。好家伙，我们这角儿要拍哈利波特，这是。哎，行了，那我从这边下了啊。好好好好。老师都说。来来来来来来来。这凑合了吧啊，就这个。见过，见过啊，这参见元帅。什么元帅？我是书记啊。参见师弟。站立两厢啊。自有身来盖世才，稳汤五六夫无中派。革命成功后，国行改组，所谓爱不不幸弗拉基米尔·米里奇倒好列宁，他不见我了。哎，怎么个意思？让不让演这个？抬起来，来，有人破坏了啊！有人搞破坏，反革命，反革命，快逮他！抬起来呀！现行了这个。哎，好，哎，哎，好。有些金棍神通战策，哎，少有欧罗巴州曾拜乔尔马库斯先生。门下为徒，授我天师三卷，名曰《资本论》。说回了，呼风唤雨，这仨都成了兵。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别使这么大身上了吧，放下吧。怎么了？你这个变戏法都出来了。哎，你别让我问住了啊。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最讲究变戏法？那叫辩证法。哦，对对，辩证法，辩证法。哎，石才探马报道，东宫乃是空城，不知哪位将军远带一少人马夺取东宫。这个哦吼，
元帅，某司大林不才，原带一哨人马夺取东宫。参谋，司将军愿望。哎，当报国恩。这东宫虽小，干系深重啊。倘不成功，情愿军法处置。吾儿是为可无戏也。愿立保证师。好，当掌里来。某司大令呼。刷枪了。啊，司将军，金风大敌，非比寻常，我有言，将军听了。
你把那日不你好兄弟的万民慈悲喝咖啡妈累死我了黄阿兄四面黄阿兄啊把马还皇兄听根呀此一呀翻打东宫我端子接了大全凭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鞭锏追着鞭锏玉锤抓东宫的羽林军我不怕他只怕呀打坏了那枪壁上那光溜溜的女娃娃那一个不尊凶王法班子打呀加棍家身背铁链带锁腰配甲冲军发配了到那西伯利亚呀活捉活那往尼姑来是臣情蒙面提前拜谢回朝来同饮我的干哎，我帽子呢？